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也》，我是吴怡蓉。讲到街舞、街舞，我想到嘛个呢，拍路团爱轻松啦吼，后生诶在跳诶，啊，做到发发的丈夫在跳个舞吼，纯安尼也个年纪啊，拍路无嘛关系呢吼。不过呢，屏东县政府消费处因去年呢推出的很多银闪闪的那类活动，去年呢，如有一个壮扎跳街舞的展演活动哦，啊，如系由后生诶来搞。一个老人家叫他来跳街舞，故说今明年呢，如有请，也主要屏东的彩体街舞团体，很多屏东 force， 因为呢来同阿人分享，也是嘛个经验吼，有嘛个奇妙的素材，阿人有请到的是屏东 force 的团长王成伟，成伟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 force 的团长王成伟，成伟是内埔人。嗯，对。可是是在台北长大。对，我在台北长大。然后一个 tippet 哦，你是台北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对。读台后诶，才回到屏东。哎，对。所以客语真的不太可能会讲。不太会讲。嗯，可是那按奇妙呢，为什么你会回到屏东来念大学？主要会回到屏东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哦。对，因为家人都刚好搬回来这边生活，跟亲戚们一起生活。所以高中念完就直接选择念就读屏东的大学这样。嗯，那你怎么会喜欢上跳街舞的？什么时候开始跳舞？从国中升上高中那一段时间，因为刚好那个暑假就想说，大家都说高中的时候可以去选一些社团玩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刚好看到电视上有一些节目，像是一些那种年轻人的节目，黑社会棒棒糖那一类的，哦、对、嗯。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在。跳街舞这一块、嗯，所以看到就很喜欢，所以就上网找一些资料。刚好那个时候 YouTube 刚开始盛行，哦，对，然后网络上有很多人 po 关于一些跳舞的影片，所以就看着他们的动作，看着他们影片学这样。哦，所以那时候不是参加学校社团？哎、欸，还没有，那时候都是自学。哦，对，为什么会喜欢啊？你觉得那个舞有什么特别？觉得很帅。那时候看到是那种，我印象中啊，就会宽头天师都替我拿替替代啊，这样子在转，有点像小时候霹雳舞又有点变形的感觉。那个基本上就叫霹雳舞。哦，那就是霹雳舞，它不太算街舞，是不是？它是街舞，不过台湾人都统称霹雳舞。哦，其实就是其中一种。对，它就是其中一种。哦，你看到那个觉得很帅，就很好看，很想要学起来。哦就是都没有想过手或头在地上这样滚来滚去的那种感觉。哦，对，你就看着 YouTube 自己学，对自己在家里学，每天都把自己摔到很受伤这样子。哦，真的哦，对，哦，就是很有兴趣自己，嗯，很有兴趣，无师自通这样。对对对。那到大学就继续吗？对，高中进入社团之后就开始有老师教了这样子，嗯，然后一直到大学的时候也有街舞社，好，所以就是回来。屏东念大学的时候跟著，一样跟着社团里面的小杨姐跟老师一起练舞这样子。嗯，哦，那毕业之后，欸，你是念什么科系？我是就读屏科大生物机电工程。生物机电工程。对。那毕业之后呢？应该请投入上工，还是请哪一种？我是一路念到研究所毕业。那本来毕业要打算去台积电当工程师。对，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有学长姐他们在台积电里面，哦，然后就是想说，哎，刚好，对对，刚好毕业可以去这样子。哦，啊，可是因为就很喜欢跳舞，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就还在学校的时候就跟屏东一起跳舞的朋友们成立了屏东 Force 这个舞团。哦，太后路成立呗。哎，哦，对，然后就跟他们一起跳，然后想说要多办一些活动，想要在还有体力的时候。继续去追逐我想要追逐的兴趣跟梦想，所以就把进入台积电当工程师这件事情先暂缓了，然后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子。哇，嘿哦，刚刚一开始你是几个朋友，跟他成立那个舞团屏东 Force， 啊，都会想讲二来攀台通，大家都是这样想哦，就是先直接专心在，只有我啦，其他人都还是有各自的副业跟工作这样子。哦，对对对，刚刚安呢，刚他做安呢也给听，卢卡尼一定不支持啊，家人一定不支持吧？其实一开始他们真的很反对，嗯，对，就是说你明明就都有不错的学历，成绩也不错，然后也都念到研究所毕业，为什么就不去好好当个工程师这样子？嗯啊，但是他们看到我在跳舞这方面的付出跟做了很多活动，也有
我们去比赛又有成绩，然后教学上面学生人数啊，他们都有看到，他们就慢慢的开始支持我做这件事情。嗯，对，就开始说，嗯，如果你要去做这些事情，那就自己想好就好，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这样子。哦，刚刚你同俺们讲一下，屏东 Force 是用哪个舞团，是怎么样的团体？我们就是一群很要好的朋友。嗯，对，大家都是一群对玩任何事情都很有热情的一坨人这样子。嗯，对，那一坨有多少人？我们其实我们人数是，因为屏东其实这个地方蛮特别，是这边在地的高中生啊，可能他们高中毕业之后要念大学，通常不会选择屏东的大学，对，通常都到外地去。嗯，那外地来屏东念大学，毕业之后也不会留在这个地方。嗯，所以其实我们真正意义上来说，留在这边的人都只有大概七八位。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来来回回经就是一直经历过我们团的人，大概有五六十个人。都几少年可以安尼？像因为你家乡都在屏东嘛，你家乡就在屏东，所以可以像你这样一直留在这，就会几少数。对，刚你安尼，我推广要推广不是很难吗？推广很难，可是我们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反正我们只要还有人在这边，就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情。嗯，对。啊，你周围那的事情做了哪些事情来推广？我们因为屏东相较于台北，我以前在台北的环境下去学习跳舞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台北的资源真的很多，嗯，你想要学什么风格的老师，他一字排开，网络上面一大堆，然后或者是外面的课程啊、教室啊都有很多，你可以自己去选这样子。可是屏东是完全没有任何街舞教室，嗯，所以基本上它的资源也非常的少。那你如果要学的话，通常大家要学跳舞会到高雄去学，嗯，就还要骑车骑个三四十分钟，嗯，到教室去，然后下课之后，然后再骑三四十分钟回来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们基于这一个想法，我们都会找很多外地的老师来到屏东开课，至今已经找了五六十位以上的老师来到屏东这个地方开特别的课程这样子。嗯，那我们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屏东不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地方，只要你想上课，我们都可以帮你找你想要的老师来，嗯，这边开课这样子，嗯，对。不过接到新生，那些老师应该没按好枪啊，他们应该很忙，没有那么容易请来，嗯，而且也要花一些成本。对，哦，刚能怎么平衡那个经费？因为后上要来后，他们要缴钱吗？对，要缴钱。嗯，对。但应该你们也收不了太多。对，我们也收不了太多。哦，哎，因为屏东大家可能就是消费习惯比较低，这样子，嗯，不会花太高额的价格，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算是亏本的方式在做。对，但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嗯，对，想要慢慢去把它做起来，嗯，未来变得更好了之后，就会环境慢慢变化，我们自身也会开始慢慢变好，这样。嗯，刚像诶，安尼五六十个欣赏啊，五六十个老师的搞太噶，太噶本人的回馈是什么？老师其实都蛮喜欢我们这边的感觉，因为他们就觉得很热情，是那种北部感受不到的温暖。哦，对，哦，他会觉得就是因为，很像学生的感受也是很觉得很新奇啊，嗯，就是，哦，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因为他们可能对于跳舞这件事情的那个资源度比较低，所以就会觉得，哦，看到新的东西觉得很感兴趣，嗯，所以他们的热情就会展现出来给老师，然后跟老师学，这样老师就会很喜欢。哦，对，甚至有一些老师我们请很多次下来，他都说他想要待在这边。哦，嘿哦，嘿，还搞起来，够有成就感。对，就搞教到有成就感，他想说，哦，不然我干脆都在这边好了。哦，嗯，这样子。你今天专职啊，来做一个屏东 Force， 嗯，一个团，嗯，一多年呢。我们是2013年成立的，哦，一路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所以你这八年就是以这个团对为正职，对，可以这么说。哦，刚你用的落实怎么谋生呢？谋生吗？基本上都还是靠教课，对，教学生的收入费用，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办的一些活动这样。哦，那你派哪条发通？嗯 ，party 的话，通常就是我们就会找一些 DJ 跟一些比较外地的舞团这样子，然后请大家来这边表演、办活动，然后跟我们一起跳舞这样子。
其实有些时候这些活动反倒是最好去凝聚跳舞人跟一些民众对于街舞这件事情的看法。嗯哼，对，因为他们就会开始了解到说，哦，原来跳舞是这样子的一回事，也不是说什么，因为可能过去大家就会觉得说，跳街舞的人就是像那种路上的流氓混混。对，那可是美国，可能美国的文化是这样子，诞生出来街舞这个东西，所以可能到台湾大家也会觉得，哦，街舞好像也是这样。对，但是我们就是也想要传达一件事情，就是跳舞的孩子就跟你送孩子去学音乐一样，是不会变坏的，他会变得很厉害，而且会超乎你的想象。嗯，啊，能训练呢，唔但像后生诶，提去跳舞吼，还屯弄人家教他跳舞，还有轻盈共舞这个计划，对，是怎么来的呢？怎么会有这个跟老人家一起跳街舞的计划？轻盈共舞，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接触到轻这一块，因为我们跟屏东有一个单位叫做青少年中心，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帮忙协助屏东在地的高中生办活动，对，不论是吉他、热音、热舞都有帮他们协助办活动。那因为我们算是屏东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团体这样子，所以他们有一次就找到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来参与学生的表演。然后因为我们同时也是这些 学校学生的社团指导老师，对，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协助班上活动这样子。然后青少年中心是隶属于社会处，屏东县政府社会处的，那他们在看到，哦，我们跟学生一起办了这样子的一个街舞活动之后，县长也很喜欢，因为屏东县的县长就还蛮喜欢年轻人的活动，那同时有一个科叫做长青科，他们就希望说，欸，那年轻人可以跳街舞，那我们也来试试看，让长辈们，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们一起跟这些年轻人一起跳舞，所以就也透过青少年中心找到了我们舞团，然后说，欸，我们想要跟你们讨论一个计划这样子，希望可以让我们这些65岁以上的长辈们来跟年轻人们一起跳街舞这样子。嗯，安尼唐希乐个亲们吼，如系诶，当然一开始系对后生个开始，不过里面呢，必须接触到老人家，甲教老人家跳街舞，我很用那些情形呢。安尼了一下，高技术团身为韩国伊个朋友，叫他来分享。本人都准来复习来嘢嘅现场，安尼一届团呢，加喺 EV 内边咯，佢用系屏东 Force 嘅一个舞团嘅成员，吼，刘龙汉，龙汉好。哎，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长治的龙汉。就打招呼就觉得很青春活力啊！一吉他呢，做嘛会增加龙汉呢？因为头多嘅陈伟有讲到哈，因为有一啲机会教老人家教老人家跳街舞，那龙汉就是负责教老人家教长辈跳街舞的老师。对，好啊，陈伟抹车脚皮搞啦哈，你没有直接去教，就是派龙汉。但我想要先知道龙汉大概比陈伟小一点点，对不对？小哥几岁？对，那你怎么接触到街舞的？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在高二的时候，因为屏东哈，你在屏东读，对对对，在屏东读高中，对，因为一场舞展的关系啊，就刚好缺一个人，大家都问你说，要不要跳这样子，就因缘际会下就鼓起勇气说，哦，好，我要跳。古总不但对亚哥完全没有。不知道，不认识街舞是什么的，对，完全不知道，就是觉得好玩这样。对啊。啊，刚刚去好好多嘛，给你学到什么？那时候学到什么吗？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就是直接跳一整支完整的排舞这样子，就是表演啊，所以也没想说过，就是哇，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的很需要花时间，或者是很重要这种感觉，对啊。然后，所以那个当下其实，哦，看学长姐很努力，然后他们就很紧凑的约练习，自己就是很赶快就是加紧脚步这样子。对啊。那他就会太部分黑学长姐，然后你这样加入，一加入就是要去比赛的。
就是一个很大的舞展，对于屏东来说。哦，对，那你胆子蛮大的呢，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刚刚如何 in the end 就是一直练，跟着大家一起练。嗯，啊 ，Helen 哦，后来就是到大学也继续跳吗？对，就是这样子开始一路到现在这样了。啊，冰央呢？大学毕业就是决定要继续走这条路。对，还是你跟他一样？你大学毕业原本有要做什么工作吗？我想找，就是没有特别想找哪一份工作这样，但希望这份工作就是可以让我可以安安心心的跳舞这样子，完成我的兴趣。哦，对，就是你就算要请条路，每天会做的跳舞的，有时间可以跳舞的工作。那有找到这样的工作吗？哎，起初是有。哦，对，就刚好很幸运的可以，哎，刚好可以赚钱，然后也可以配合我的兴趣，这样就是两个方面同时并进这样。对呀、啊，就蛮幸运的。啊，马给时间给听，就那个工作也不要，我要专心跳舞。对，就是想说趁年轻这样子，因为就很怕自己，就是可能真的长大之后，因为可能有时候你长大会有其他的责任在身上，就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在，就怕说进到下一个阶段之后就没有办法太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哦，对，所以想说就这样趁年轻就有一个目标去冲冲看，对啊，所以就先把上一份工作先停下来了。嗯，对，听你们两个唐颖的恋爱案还有嗓音就说趁年轻，就想说你们不是就很年轻吗？你看刚刚有一堆很关键的因素，嘿，街舞真的很花体力，好，古早可能会可能都一度死的就会够难呢，好，古早人如果感觉讲哎趁年轻。不错，要来拼一下，要来拼看看，这样，那就有一个机会，龙汉被陈伟派去要教长辈跳街舞，对，跟英国会踢一百。这么长期的话，经验是第一次。哦，在那之前有教过长辈跳，有，就有时候大学会有一些教老人家跳舞，就是带动中小学或者是老人社区服务的活动，但那个其实都是比较偏短期的，哦、比较不像这次就是长达三四个月这样。哦，对，那个三四个月练的频率很有呢，多密集？差不多每个礼拜一次吧。哦，对，那真的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哈、哦。真的蛮难得。嗯、哦，对啊。刚你去教老人家跳舞，那个经验是什么？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很有趣的地方哦，我觉得最难忘的一次经验应该是。因为一开始其实去的时候，我很怕跟他们有一些沟通上的代沟，或者是怕可能老人家不知道你想要讲什么啊，或者是有点难受控这种感觉一样。但是其实去了之后发现，哎、欸，完全跟我想象不一样、欸。你说沟通是指街舞的术语或什么，他们听不懂吗？言语上，对对对对对， oh. 言语上，或者是可能因为我们平时教的是高中生嘛， 高中国小之类的， oh. 那可能老人家这么长期的经验来说是第一次。哦，感觉有代沟，对，嗯，结果呢？结果就觉得，哎、欸，反而这个代沟变成是优势的感觉，哎、欸，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本身台语就是很薄弱这样子，就很弱很弱，嗯、没有很练凳这种感觉、嗯啊，但是老人家他们刚好台语就很在行，嗯，对，对他们来说就是，所以在交流的时候就会变成，哎、欸，我教他们跳舞啊，他们教我台语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听到我台语很破。也很笑得很开心。哦，可是我们会讲喉咙不一能糖，一能糖诶，如果按讲超给一能如果 sell 就会笑，反而是可以缓和那个气氛，对，就他们还会纠正你，然后跟你说，哎、欸，你应该要怎么讲怎么讲啊，然后你就从中学到一些， 哦，原来这个叫顶嘎桃，这个叫秋飘，这种感觉虽然也没有很标准啊，但就是哎，沟、欸、通上就是会觉得有一些乐趣在这边哦。对对，搞五哎就会跟跳舞有关，对，就是身体上，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要动哪里这一些，对对对对对，哦，的卡假卡，很记得的哦。刚五路嘿好多哎，五路用呀安尼嘅哦，人家提供左脚右脚，五路用安尼讲，讲不一能唱。就是哎、欸，我知道左脚右脚了，我就下次我就讲那个我闽南语也很烂，所以我不会重复，所以你就会照讲，然后讲错他们就会笑，嘿嘿嘿，他们就会笑，所以反而上课是很有趣的，啊、还蛮有趣的。嗯，刚身体上呢，就是你搞弄人家跳街舞，可能会一般会上工，老人家有可能吗？好，因为我们看到那种
在电视上看到街舞都超级厉害的，就是那个有时候不是动作，而是那个律动，嗯，就会觉得老人家有可能吗？我都觉得我不可能了。嗯，那你教的经验是什么？哦，他们真的很厉害耶。没有。对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排舞不会算太简单的那一种，嗯，对啊，然后他们在学的时候，虽然说有些时候可能要求没有办法达到啦，但是他们在呈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 KB，嗯，你懂吧？就他们在跳的时候那个味道，你就是觉得哇，这就是对的。哦，对啊，就是可能动作上他们不是很标准，嗯，但是他们在呈现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哇，这就是 old school。有这种感觉哦，对啊，挑最以能压给年纪给街舞，嗯，他们这个年纪的街舞，对对对 对， 對，哦，真的，所以你也没有说降低，要降低很多标准哦，没有，哎，还是要求有一个高度在的，嗯，刚入年家一开始好，他们一开始学，刚不亲难呢，黑马给，他们其实闲归闲啊，但是其实学起来他们都很开心。嗯哦，对啊，就是有时候老师太难了，怎么样怎么样啊？其他老人家就没啦没啦没啦这样，他们会这样讲。然后有时候其实反而他们就是长辈们互相之间啊，他们会互相去纠正彼此这样子。哦，然后反而有时候在教，我就在旁边看，这样，因为我有时候就说就是国语讲，然后我会掺杂一些台语，可能在表达上就不是很明确。啊，有些就是妈妈们，他们看到，他们就马上跳出来说：“无啦，你爱安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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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然后老人家就：“哦哦哦哦。”他们就马上懂那个意思。哦，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我不相信。他们会自己吵架，哎，欸，吵完之后，然后就突然就好了。吵架是指这个舞步怎么跳才对？对对对，他们会自己这样子吵，吵完就都会了，就很酷。然后他就可以继续教了，他们就会互相嘴炮这样。对对对，你会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在老人，就是长辈们身上，你会觉得哇，太有趣了，就跟我们其实平时年轻人之间相处是一样的。哦，对对对，就会，你也有去看，对不对？对，我也会去看。你看到吗？给感觉过奇妙，感觉很有趣的地方。其实就觉得，因为我们总共有12个社区嘛。然后哦，真的啊，对，总共有12个社区，你们要到12个社区教？没有，他是其中一个社区的老师。哦，其中一个社区。啊，我们总共这次的活动是12个老师到12个不同的社区。哦，黑哦。对，然后12个社区的感觉真的都差不多，哦，就是你教他这个东西，他就一直在那边说我不要，嘴巴上说不要，可是身体就会一直动，就会开始跟着老师跳这样子。哦，黑哦。对，然后一样都会吵架，嗯，哦，而且都会骂很凶的那一种，很像要。被玩 gay 啊，要打架那一种，他们会自己这样吵，吵完之后，然后就啊哈，就很像又没事，然后继续跟老师学这样。哦，那后来你们真的在成果展演的时候，嗯，你们看到长辈们跳，那是什么感觉？那感觉要怎么形容，啊？他们在跳，因为我有看到那个 teaser， 那个闲传片，嗯，我有看到，对，拍得很好，欸，而且长辈们穿的那个服装，嗯，非常厉害耶，是你们帮他们搭配的，各社区的老师帮他们做搭配的。哦，很厉害呢。那他们在展演的时候也是穿像宣传片那样按的夜赏服嘛，對對對，这样的衣服跳，欸，感觉很酷耶。那你们看到现场有没有热泪盈眶？有吗？就会很感动啦，会很感动，嗯，就会觉得哇，就是这样子几个月下来，然后他们上舞台这样子把你要的，就是你的那些要求，你希望他们达到那些，就在舞台上全部一次呈现出来的时候，而且你会觉得很感动的是，嗯，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嗯，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跳街舞，嗯，人觉得很替他们觉得哇很酷，而且他们真的也很就是他们很开心在做这件事情啊，嗯，对，嗯，跟你三个月前教他们。你想象得到最后会变这样吗？我想不到耶，不难熊熊很勇耶，原本的想象可能会很像在跳土风舞广场舞那一类，本来想象是这样。哦，不难熊熊很勇耶，嗯嗯，不过我看到这些宣传片都感觉哎，他们真的可以跳街舞耶，嗯，哦，所以有听到其他老人家也想要学吗？有很多哦，还有，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活动有限制数量，就是只有12社区，嗯，可是光屏东的社区据点就有好几百个哦。对，然后大家这个报名一开的时候，据说一天一个，就是第一天开一个小时直接爆满，
然后直接全部赶快关掉，因为不然控制不了。哦，故事其实还蛮高，录音家如果有兴趣耶，还没有开始，老人家都已经觉得，哎、欸，我会有兴趣了。对对对。哦哦，噶等一下呢，俺们还会有哪位给来宾，伊个同俺们分享的，如何伊迄屯录音家叫我挑的，给感觉有用的呢？等一下俺们过来有参与了分享。分享到这来，福气来也给现场。俺们今年呢，我更多的是跳街舞一件事情哦。啊，一个吉他呢，增加一对新的来宾，伊是黄仁亮，仁亮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治的黄仁亮。嘿，啊，仁亮呢，过去没有伊一摆哈，尤其飞屯录音家听他跳舞，就是去年的展演，嗯，你是跟长辈一起上台跳的。对，嗯。可是你是学员，学员就是亚拜以前没跳过街舞，没有接触比较这么精湛的舞技啦。哈、嗯，啊，你能有机会亚拜屯泰噶跟他跳吗？因为刚好我跟那个龙汉老师是同事、嗯欸，然后他就借由这次机会找我们一起、嗯，对，一起来跳这个舞。哈、嗯、啊，因为是同事，对，不说他找你来。他来找我，但你又不是跳街舞的人，你怎么会请呢？他跟我说有可以认识新朋友，哎、欸， oh. 然后他说会有很多大学生啊一起来这样子， oh. 然后还有跟老人家一起互动，哎、欸，问我看有没有兴趣，哎、欸，有点就是一半一半吧，就想试看看，哎、oh. 欸，好像蛮有趣的这样。哦、uh-huh. 嗯，哦，刚刚糖豆刚刚是很有趣的活动，对。啊，某靠你都你不会跳舞、哦。学看看吧、哦、就是因为也之前也是只有看过罗汉老师在影片上跳，他都给我们看影片、嗯、对，我也想测试看他实际是不是也会跳一样。哦，就说撸臀弄应该双扣上课一起上课吗？也一起上课。哦，跟老人家一起上课。 对啊，你刚刚双扣会用哪些情形啊？都是一开始老师会带我们做暖身，嗯，对，暖身大概十几分二十分钟，然后之后就邀请大家开始排好队伍，开始今天的课程。嗯，哎，他都会依照看今天的课程是什么，哎、嗯，他都会慢慢一步一步教这样子。嗯，哎，那有时候他都用台语、国台语这样交叉。那、啊、有时候看他台语不行，我会帮忙一下，帮忙一下这样，哦、台语比较好一点啦、啊。哦。你就孙沙周一下助教这样子，假装自己很会跳。刚一开始好街舞啊，香港的亚洲不会跳诶。你有上过街舞课？你觉得街舞是什么样的舞蹈？很激烈吧，很帅气的那种舞蹈。对，我看过有男生女生都不一样的感觉。对，我想说，哎，这次如果套到长辈身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火花？这样子，哎，就是想来看看啊，看看可以变成怎样。哦，对啊。啊，刚刚后个时节，你有挫折吗？有啊，一开始真的是不行，就会同手同脚啊。哎啊，因为老师他的就是顿点那些都很厉害，所以我们也跟不上啊。所以我看那些长辈很厉害，所以有点羞愧。哦，他们跟的比你快吗？对，他们学得很快哦。哦，还有啊，你有问你了吗？就是有跟长辈真的交朋友吗？有啊，我们有私下就休息的时候会一起聊天，哎、看看他平常在家都做什么，哎、还是跟子女他们的互动啊，也有他们聊他们以前当兵的，哦，那一聊就很长了。哦，顾总，你真紧有去交朋友呢，哈，真的有聊一下，对啊。嗯啊，听他怂台，最后你也是跟着三个月，怂哭哎，怂丧丧烟啊，听他怂台表演，哎。给感觉很嘛给，你第一次学就要三个月就要上台了，很紧张，哦，当天还蛮紧张的，哦，对，但是我想说，重点也不是青年啊，重点是那些长辈啊，嗯，对啊，你刚刚双腿黑一抖一年啊，总共有多少人一起上台表演？应该有二十几位哦，对，二十几位老精英的老人家。
哦，跟黑长在一起哎，一起。年轻有年轻人有年轻五位。哦，只有五位。对。哦。因为主要还是要凸显那个对长辈啊。哦，一开始会有跟年轻人一起，是不是也是想说，哎、欸，黑长影可以带暖，可以带着长辈。就如果他们紧张或是舞步忘记，嗯，哦，年轻人可以帮忙一下这样，哦，啊，你也有看到那个吗？看到人亮上课的情形？有啊，那每个人我大概都看过了。哦，对，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会跳舞，反倒可以更好跟长辈们接触跟亲近。哦，因为他们都等于是第一次接触到街舞这个东西，嗯，所以就很像是同一堂课，然后大家一起。接受这一个新的训练，哦，更有同学感不够。对对对，然后我们都是同学这种感觉，哦，然后没有年龄之分的那种。哦，故说我们一开始就安尼打算，系咪？就系想讲，诶，摸琴已经，还有三个已经乖乖跳的耶，系安尼哈。嗯，我们一开始本来就是想说，学生你想你会跳的或不会跳的都可以来参加，哦，对，那。我们本来是想说都要找会跳的啦，其实一开始真的打算是要找会跳的，不过因为学生的时间本来就比较难巧，因为我们都是在社区，像那些长辈他本身都是平日的早上，哦，欸，白天早上或是下午的时间才可以有这个课程的时间练习，那假日的社区就很少，所以我们变成都要找大学生，高中生基本上都一到五都在学校，那大学生我们就是找那种有空堂时间的，那他可以我们帮他搭配社区这样子，那可是到后面因为真的学生的人数太少，我们就是想说那不然我们就试试看不会跳舞的人这样子拿来搭配，没想到一试就发现这些人搭配起来比会跳的人还要好很多，哦，嗯，那要不要攀一个轻盈共舞啊？嗯，去给他心得是嘛的？你们的心得是什么？能有好多嘛给吗？本来是应该成为你是教的人，你们是教的人。啊，不过按你参加过攀了一百这么特别的活动之后，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我觉得我的收获可能跟龙汉比起来不太一样，因为我是策划人，没有下去教，对，其实我还蛮后悔没有下去教，因为我发现就是可以这样直接的跟长辈互动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都觉得他们就是跟长辈相处得很愉快，那有的甚至像学生进去之后长辈也都很喜欢啊，因为他们社区每一个社区啊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比如说你去教完他们，然后下课之后，他就说：“一起来吃个东西啊！” oh. 社区都会准备超丰盛的东西给他们吃， oh, 还有的还会准备礼物， oh. 然后有的社区甚至是那种盛产水果的，有时候就是下课就是一袋莲雾，什么水果就直接给你带走这样， oh. 对，然后就收获很丰富这样，然后又可以跟长辈聊天，聊得很开心。那以我的角度的话，我会觉得我很庆幸我办了这场活动，因为我就是真的从年轻人跟长辈身上找到。互动的可能性，对，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管道做连接，这样子，会觉得很开心，让这两个不同年龄层的人可以因为街舞这一个东西而混在一起，这样子。否则陈伟讲，松口松黑的呀，按多中批啊，或准批啊，过澎湃嘛，好有睡过啊，有亮心呀的，啊，人亮就一直点头哈。你有很多松口松黑的，结果变皮耶嘛。有还蛮。我们那个社区是蛮多野味的，野味有姜母鸭、啊、烧酒鸡之类的，然后还有老鼠肉。他们那个社区是吃最好的，最丰盛的。对啊，你自己呢？就是除了说学了街舞，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你敢不敢？就是跟长辈相处啊，因为我有时候很羡慕，就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就是有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对，我。因为我爷爷奶奶比较早就过世了，我比较没有印象这样子，所以跟长辈互动啊 就其实蛮开心，他们也会很亲切啊，对，就是感觉弥补一下就是这种小遗憾这样子，你可是会讲哈，会害怕说不在我用的跟长辈相处哈，会哈，其实还好耶，因为平常我跟朋友的爸妈都还蛮聊得来的，对，都会拉塞几句这样子，有种屁眼的那种。我对老人家都开个玩笑，他们也笑得很开心，就 OK。这样子，
还蛮喜欢这种的。哦，噶是还会过攀啊，还会参加哈。如果时间 OK 的话，哦，对，我应该还会再参加啦。哦，还蛮有趣的。哦，噶陈伟刚讲咯，亚中快通还可以过攀哈。可以啊，嗯，我们已经在筹备了。哦，真的。对，已经开始在筹备。是今年。对，也是在今年蛮想会攀。对，年底的时候。哦，已经是感觉讲，哎，还是有可能，因为你讲一开始就秒杀嘛，吼。有可能，因为像去年活动结束的时候，各像是县长啊、副县长他们都有到场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坐在那边观赏。嗯，对，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物来到我们这个活动来看。对，然后他们也是在活动结束之后都表示他们很喜欢这场活动，然后跟我说，你明年一定要再办。因为他们真的，他们就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话，是他们没有看过这些长辈这么开心。哦，对，他躺诶，我也很感动哦。对，很感动。哦，啊，每一个充电如何？哎，你能因提推广，当然对后生诶来推广，推广给年轻人过充油。不过没想到是从老人家没帮入来，许多韩国台的重视哈，就是把老人拉进来以后，反而受到重视更大。嗯，可能一开始没某凶动哈，就会哎，弄人家没来跳街舞哎，对你们其实推广的帮助更大。我们一开始其实真的就想说，让长辈们可能动一动这样，嗯，单纯的基本的动力就是哦，让他们有运动的感觉这样。那，哦，没想到比我们超出预期要多很多，就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热爱啊，嗯，然后他们真的有展现出那种。活到老学到老，嗯，对，我还有体力，我还可以动，就跟着你学那种感觉，对，反倒是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动力，嗯，然后可以去有更多的不同的教学模式这样。嘿，真的呢，如果大概那会一条路哈，如果你在平东做街舞的推广，唔要抢后生的也会快哦。你已经往上了呢，嗯，往上到很高了哦。对，头都眼能讲都给引体跳舞八十几岁的舞棍阿伯，好，哎，真紧八十郎哎哦。所以我们以前都太小看了哈，就是街舞的年龄层其实都得归胎。阿姆沙哈伦还有哪个地方吗？嗯，接下来的规划我们都是一样朝教学、开课程，还有办一些活动这样子在迈进。嗯，对，我们目前都还是每年都会在屏东。跟青少年中心合作办很多的活动，嗯，对。你用那款更加平东的街舞推广啊，嗯，你怎么看？就是很有希望，还是说你觉得真的很困难？很有希望，我也不会说到很有希望，也不会说到特别困难，嗯，但是就是觉得那时候是要花时间。对，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的时候，也不会想说八年后的今天，我们把屏东弄成这个样子。嗯，对，我们就是本着我们自己的热忱，嗯，一直跳，然后一直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一路这样子下去，看未来屏东会变什么样子，这样子。嗯，对。刚刚做凤能哦，好，皮总刚请诶陈伟、韩国人亮来到我们的节目，多谢。谢谢主持人，多谢大家。